一二三。不是，今天心情怎么样？问你说今天心情怎么样？发电，你就是发电。我想说，这测试秒一点。不是不是，就是要今天的感想，对，心情。要回答问题，我想要回答。啊，你讲啊。没关系，你慢慢想。就一般般。啊，一般般。平常心，平常心。昨天晚上有失眠吗？没有，没有。那跟艾莎姐姐合作的感觉如何啊？很好玩。那第一次看到她本人，觉得她是什么样的人？漂亮的人，在我面前讲，压力很大。还是觉得他长得很普通。你不是？你不是说他长得像洋娃娃吗？长得像。真的？你觉得他像洋娃娃？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还没看到他的时候认识他吗？他还没出生。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听过大嘴巴吗？还没出生的时候，在肚子里听吗？有妈妈，妈妈放给他听。啊？有听过大嘴巴，有听过大嘴巴这个名字。嗯。那艾莎姐姐是你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吗？你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哦。所以间接拒绝艾莎姐姐。啊！对，最近在弄艾莎，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你没有感觉到？他拒绝我也很正常啊，我们的年龄的距离也蛮大的，很大啊，我都可以。对呀，我都可以当他的什么干妈之类的。对呀、啊。哎，为什么你那个看到楼下影片，好像很多人问你线上祝福，你怎么会认识那个孙正？我是我团员呐。哦，团员，对呀、啊，他是里面最小的。你有算过你拿过多少冠军吗？没算过。那就算过奖金拿多少？对，奖金。没算过，没算过，所以都不会看存折。存折你会看吗？存折是。都这么小了，还会看存折？你们都问的，现在很超龄。没有超龄，有点超龄。超龄，抱歉抱歉，不一定九岁，九岁的九岁的。这样子会耽误课业嘛？因为担心就是你九岁上课要请爸爸的角度，旷课王吗？旷课就常常就没去上请假啦，请假啦。也是因为太常请假，所以我有办自学。哦，你什么时候开始办自学的？三年级下学期。三下这样。三下。哦。你自学怎么学？就有空的时候就在车上啊，背九九乘法表什么的。哦。九七，对啊。在考他。你这样课业都跟得上吗？因为平常还要忙比赛。对、啊，就是只能在空闲时间这样学一下。那你从小时候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嘛，因为毕竟很小就得过很多奖项，那又会跳舞，应该很多女生男生都喜欢你，有吗？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怎么这样子？应该是你自己感觉不到。没有，他们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们心里默默的欣赏你，因为你没有跟他们接触啊，所以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分手几个朋友？两个。只有两个。那你为什么那么会跳舞啊？你是从几岁开始学舞？从五岁开始。4年。是自己有兴趣吗？对。是看什么想要开始学霹雳？有一个日本的团体叫 Ejigeki。然后他们都做头转，我觉得很帅，就让我爸说我想要学。那你有职业伤害吗？因为就是常常对那个脊椎，对，因为就是筋骨还没长好，怕你受伤。没有，就是拉伤你，就拉伤。就拉伤。哪里拉伤啊？手腕啊，脖子啊，胯。手腕。脚。胯。你在我九岁的时候，常常休假的时候就去看中医。看医生针灸啊，会吗？没有啊。那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身高吗？
目前不会。目前我算我们班蛮高的。哦。现在同学吧。现在我不是老，之前是。理解。那你有什么未来目标？因为就是锁定当奥运选手啊，还是说未来有什么梦想这样？对，因为现在奥运。然后当 Rainbow Osa。Rainbow Osa。Rainbow Osa。那是什么？那是舞蹈里面的。如果你有去比 Rainbow， 然后 Rainbow 主办就是，如果很喜欢你的话，就会让你进去一个团，算 Rainbow 对运动一样的吗？不是，有点错了。你说你跟 Rainbow 办的比赛是不是？对。然后呢？Rainbow 有办 Breaking 的比赛。哎，然后呢？你可以进去干嘛？就是如果主办喜欢你的话，你就可以进去一个算舞团吗？对，算。然后里面有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世界各地最强的组合在一起。有机会哦。那你会想比奥运吗？还好。有一点点。还好是不是？嗯。哎，那刚刚进场的时候，我想看到一个曾馨怡姐姐，你怎么认识她？曾馨怡。嗯。刚刚楼下有花篮的。他根本不是。上周上是那个记者会。这可能要老板。那你之前是不是有在原子少年跟昆达那些 battle？ 那你觉得他们舞技如何啊？我觉得他们舞技很好，只是他们现在年纪已经到一定的程度，没办法发挥一定能力。没办法。武技很好，跟年纪的。那你觉得昆达有哪边需要加强？哪一个？昆达，你刚刚说不是说年纪到了，没办法。有昆达獒犬跟欧弟嘛？你们不要再。艾莎救救他！还是你觉得他们三个？你觉得谁武技要再加强？艾莎现在在看。我是在旁边看笑话吗？没喂喂。但是毕竟真的是因为就是像跳舞啊，就是的确跳 breaking， 当然很多就是成年人大人，这一次奥运的时候也有30几岁的人在跳 breaking 嘛。那我会觉得我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到了这个30几岁还能跳 breaking， 跳得这么好，我觉得是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那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跳舞的，那我也是像跟娜娜一样从小跳舞嘛。那小时候年纪小的时候跳舞的感觉跟到了成年之后的跳舞的身体的感觉是真的是有落差的。小时候跳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都很轻，都没有任何的什么肩膀酸痛啊压力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这个是一定会有一些落差啦，所以那个这个部分的话，像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这个年纪出道的，像 Energy 也好，就是跳 Breaking 的人，大人都是要去克服的一件事情。对，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个，不是，并不是说年纪大了怎么样。为什么会想要选中跟 Nana 合作？什么？怎么会想要选中他跟他一起合作？我是被邀请的，对，我被邀请，然后就是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娜娜哎，很厉害，就是世界级的，然后就立刻就答应了，嗯。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跟他一起 breaking 一下？这个有点太快了。我小时候有学过 breaking， 就是那个我小时候在那个冲绳的演艺学校嘛，然后有一次呢要去美国表演，那跟我一起去表演的那个同学，他们就是跳 breaking 的，那我对，就是他们是跳 breaking， 只有艾莎姐姐是不是跳 breaking 的，所以呢学校就要求我说你要跳 breaking， 那个时候呢那个年代。就是可能你还没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但是有一个跳那个动作是叫 shift up 这样子，那个单脚这样子后面用手撑起来然后就回来的那个动作。哦哟，现在还有？还有吗？那个现在叫 two tick， 现在叫 two tick， 以前叫。
都。我唯一会的就是那个动作，那个也学了很久。那就是学了那个之后呢，我觉得实在是不是那么适合我，所以呢，就是我还是把自己专长的地方去主攻它，会对我来说表演的表演会加分。但是就是跳 breaking 的话，什么那个动作叫什么？吐踢。对，吐踢。吐跳。我会吐跳，那个时候。现在可能没办法了。现在那个时候就为了要去美国，就是有学这个动作。嗯。那像 Energy， 然后棒棒糖都复合了嘛？然后你们大嘴巴有这个机会吗？目前没有。为什么？其实目前是还没有聊过，但是其实很多人像你们一样，就是会看到我，或者是看到怀秋，就会我们都会被问，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目前没有讨论过，就是要不要复合这件事情，所以目前没有这个规划。你跟团员都还有联络吗？有，都还有联络。我们有一个群组。那你自己个人会不会想要复合团体这个计划？你个人会不会想要复合？也是要看时间吧，要看时间。但因为其实，现在每一个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事业，各方面的事业都很忙。那如果就是能够这四个人的时间都可以刚好可以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因为也是这段时间常常听到会不会复合啊，那如果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也觉得还蛮好的。所以就是现在四个比较不缺钱的意思，所以不，我没有这么说。你看怀秋现在那个脚头也很忙，他也是很专心在拍戏这一块，那志玲也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好的在拍戏。那中华就暴走出的那个综艺效果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有在那个就是做 DJ。那像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接下来有一些新的规划。那前一阵子也是忙那个日文的课程，那这段时间就做这个娜娜跟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所以就是也是要看大家的时间。之后有要发自己的歌曲吗？有在讨论，但是还没有很确定，所以确定的时候再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那自己的感情世界有着落吗？ 对，现在啊，感情世界现在单身吗？我，对啊，我一直都没有单身，一直都不是。什么？一直都没有单身？没意思。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的生活是目前为止我活到现在最开心、最自在、最舒服的状态，事业也好，生活也好。就是整个状态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时间。有男朋友吗？啊？现在是幸福吗？现在是幸福吗？幸福啊！还是去年的那一个吗？啊？被拍到的？你说什么？被狗仔拍到的那一个？什么？餐厅没有啦。真的出道很久。没有。对，老江湖。对。什么老江湖？老江湖。老江湖。你说我吗？对，你就很会。那你们等几十几年了？你再讲一次。你们说几十年？就蓝色那台车，他两天这样。是还是蓝色那台车那个吗？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等下说现在很幸福了。其实我身边就是有很多任何朋友都是，毕竟我经过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过去嘛，所以呢，就是我也就是上了很多的，就学习到了很多的事情。
那现在就是留在身边的朋友都是很珍惜，所以就是因为很珍惜，所以就是旁边的人是都是对我来说很健康的朋友，所以才会有健康的自己，也是很。是为什么皱眉头？我是18是想问说，你有健康的朋友会想要再婚吗？再婚我没有想那么多哎。还是你现在配偶栏上面其实已经有填上？没有啦。真的吗？你要看吗？好啊。我跟你讲，就是就算我结婚，就算登记，我是不会有那个。就是可以看的东西。为什么？就是那个拘留遗失，对不对？啊，你先去办遗失，然后你用新的去办结婚。你是拘留证，旧的那张出来。因为拘留证的关系。哦。很高高端呢。没有高端，是。我查不到你的那个。不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没有，就是现在是。那娜娜那么可爱，会想生个小孩吗？啊。现在。对大家来说，这个对问题就超零了。嗯，问题，那你问题，我问我嘛，我知道你们在问我，就是，但是他听到就有一点觉得，生小孩，对，生小孩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对。那有想冻卵吗？就先没有这个没有进行这件事情，嗯。对啊，为什么？OK 了哈，差不多，大家差不多哈，灵魂拷问，娜娜 OK 吗？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哥哥。第一次见面啊，娜娜你有睡醒吗？有啊。有人开玩笑问你说你有没有睡醒？有。有啊。有。OK， 好。